Hello，好久不来录安利视频了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安利我在干燥、过敏、起皮的那种时期用到的几件东西，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厉害那种神奇护肤品。首先，我来分享一个，这个是喷雾，好，它这个牌子叫做雅诗敦，感受一下，它真的是非常薄，你皮肤干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。第二件，还是水，这个是兰妹的精粹水。它其实是水精华，就它是比水会那么稍微再粘稠一点，我其实用它会有一点点刺痛，但是痛完之后你会觉得皮肤还蛮安心的，因为它在修复嘛。当时过敏我就只用这两个东西，就给皮肤做减法，但是要保证皮肤的水油平衡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它叫做水芙蓉面膜，买的时候我以为它是那种透明的然后能抹出水的，其实不是，它是那种特别特别厚，就是厚到可能都会闷痘，它真的非常的油，所以我不建议油皮买。但它敷在脸上，厚厚的敷一层，大概我十分钟它就变透明了。但你去洗掉的时候，它还是你会觉得洗不干净。但其实它有一层油脂在保护你。我干的时候，我先敷一层这个，然后等完全吸收我会洗掉，洗掉之后再敷那种水膜。这个牌子是 Dr. Wu 的，敷完面膜，皮肤是那种水水的，面膜纸也是比较轻薄。再推荐一个也是修复类的产品，它叫做理肤泉的 B5， 会在所有护肤品全部抹完之后，比如说我鼻翼这边干燥，我就会抠一点，就是厚敷，半个小时内能被你吸收掉的。最后我要给大家安利一个，咚咚咚咚，著名的凡士林哈。比如说我眼睛这边是我最容易干的，我涂护肤品我会马上吸收，但你不能一直涂啊，那会长脂肪粒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拿它抹在我干燥的地方，整一个晚上基本上它这边都是那种比较滋润的，早上起来我一摸就完全吸收，疯狂安利。但这个我先提前说好，如果你不是像我这种就是干到你可以吸收万物的沙漠皮，你要慎重，特别是眼睛它容易长脂肪粒。今天的安利就到这里，然后你们还有什么感兴趣的，或者是我又发现什么好宝贝，我再给你们安利，拜拜。